当你拿到天使的正义距离，有趣的玩法出现了。贝尔维斯的技能也能触发飓风，配合正义距离直接后排无脑输出。好，开局正义距离，魔道来了速骑，连败暂且不急，护卫之心必袭，魔抗且入手里，一阶金币收起。先和飓风铺路，再和饥渴增速，又袭莲花之术，贝尔维斯出路，且与飓风围住，但将魔道尽处。上与黄，是锋芒，一星实力不寻常，选秀攻速必先强，两星维斯初登场，怪兽龙王掉魔抗。选秀又得飓风助，三具成型飞剑簇，满屏散射众皆覆，无限飞石猛滑步，时时如雨破空木，此间群雄尽皆露。两星维斯已就绪，对手魔道仍不惧，犹在累积生接续，奈何剑簇飞满玉，此等情形未曾虑，撕血薄暮待归去。归来小异地，又见一子现踪迹，莫迟疑，必单一点飞腾起。